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第530期的节目。今天各位分享一个来自于《合理战争》系列的《Last Class》的车车美版车车。这个玩具的话，现在台湾非常的受到话题性啊。首先呢，它是一个目前玩具反斗城呢，消费满1799的话呢，就免费赠送的。所以呢，我有许多的朋友们趁这个时候呢，都购入了很多《合理战争》系列的其他的组合小队，又或者是 Masterpiece 的那个银霹雳，或者是天王星，都趁这个机会呢，因为满额1799会送嘛。那么呢，这个一个 Deluxe 的玩具现在涨到至少是七八百块钱的情况下去买的话，真的觉得是还蛮划算的。最近我的好朋友们这个 Facebook 上面几乎大家都在洗版啊，好像没有买到这个车车会怎么样一样。说实在话，主要还是这个价位，你怎么算都觉得挺划算的了啊。那这个呢，初拿到的时候觉得怎么这次怎么觉得变得很单薄很小啊？主要是因为它这一次是没有附漫画书，而是附带一个人物卡在里头。那比较有趣的是呢，它这个车车的话呢，是把它放在天猫这个小队里头，里头的一个这个是右脚的一个部分哦。当然，它这个是守护神小队啊，就不知道为什么美版的这个吊卡把它放在天猫的这个组合小队里头啊。不过没有关系啊，这个盒子只是一部分了啊。今天我们要讲的一个重点，我把它学一下，那个有一个老外叫 M 哥，他这个盒子介绍完之后都这样子，嘿，这都会有咔的一声，我不知道他丢到哪里去了啊。好吧，这个美版车车玩具，大小的话比之前的一个变色的玩具稍稍高一点，当然它是标准合理战争体型的玩具。最大的一个卖点，第一个是它人物的一个偷胶的情况。看到没有，后面的腿啊居然是这么完整啊。那个真正要讲透露的地方，对，最多讲这个地方有个空洞出这里，但是它至少还做出一个洞，不是整个空啊。真正最大的空洞在正上方，看下去了，这个还是要给各位看一下。其他的地方的话，人物的完成度来讲出乎意料之外的高啊。由此一说啊，说这个因为它本来是一个日版守护神特有的一个模具，所以它这个可能玩具是来自于日版的一个 TD 社的设计师哦，跟美版的 Hasbro 的这个是不太一样，可能吧，也或许是有这么样一个道理吧。身上的透明件也很多，看到没有，后面后脑袋整个是透明的。这个眼部的透光性其实是非常的好，因为眼睛还有点大，这样我后面没有打光啊，稍微几个角度，稍微侧几个角度，各位也可以看得到。这个展示一下，这个透光性真的是还不赖。而且呢，最大的一个透明件是整个车头，它这个车头部分几乎都是透明件，这个蓝色的一个玻璃是透明件之外，其他后面整个你从这边看过去，它是在透明件上面做各种颜色的一个涂装。当然旁边的这个红色的这个透明件也是新的透明件，这里白的里头就是非常漂亮，质感来讲的话就好想很多。当然这个漆面来讲的话呢，这个掉漆的情况是必然有的，你看到没有，这边边角角的地方蛮容易去碰掉的，但是这个呢我想无损于它的一个价值啊。你是希望它用个透明件呢，然后容易掉漆，还是说是一个塑胶的一个部件？我当然还是比较喜欢透明件，掉漆的部分就听天由命吧。里头有很多很漂亮的一个刻画，各位看得很清楚啊。那么呢，说明书呢是没有特别提到说这个地方你要把它转成一个侧边了啊。如果你要把它转成一个这个标准的一个，它的一个放法好像是变成这样吧，但是好像是直的，但是我个人我是喜欢把它给缩小它的一个背包的一个尺寸，我会把它放这样子。那人物的可动性也是标准合理战争系列的玩具的一个可动，这里转动，而且这个肩部的话呢是可以往上面抬，往下面放的，变形的时候呢会用得到啊。额头肌可以转，手肘最大转90度。拳头的话呢，这里呢磕线呢做的非常的，磕线做的很漂亮，几乎一度以让我以为是不是可以转，其实拳头是不能转的。那这个枪呢是它非常大的一个卖点，它整把枪呢其实整把枪都是一个透明件了。然后可以看到吗，在它的握柄这个地方，它其实是一个白色透明件，然后上了银色的漆，然后这个红色的一个透明件的一个警示灯一类的东西，真的很漂亮哦。这个枪的涂装可以说是超越哦。两手的一个枪的造型不同，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外面这个这边是圆的，但这边呢只是一个空洞啊，所以这个左右两手呢是有固定枪的一个拿法的。那这个拳头的话呢就是这样，可以给各位看一下这个磕线来讲做得很好，所以你会一度以为它是可以转弯的。腰部呢当然是可以转动，不过这个腰转的位置呢是在比较偏下方，这个收腰的一个部分做得不好啊，就是合理战争系列几乎是每个玩具的通病了。那往前往后踢，侧边往后踢，然后这个正常膝盖的转动都可以，脚底板的话就这么大，没有任何的一个接地啊。这个脚的站立性呢是超好的，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啊。这后脚板做到这么样的一个大，这
几乎比它的身体本身那个厚度呢，要厚上2倍，非常漂亮的一个玩具，这个透明件实用，非常的好。那么整体来讲的话，就是说硬要提还是一样啊，这一样是和零件的老毛病，双孔这一块整个结合部件就在这里啊，没有办法做其他的一个遮盖啊。这个警车的那个膜的话是有一个胸甲可以翻下来，但是这个玩具是没有的。我们来给各位直接示范一下它的一个变形，变形也是非常有趣单纯的。首先的话，腰转180度，然后这个腿部的话呢是标准的一个《合理战争》系列的一个变法，这个打开。这里一样松开之后呢，往上面做一个结合。这边看到吗？这边有两左右两边呢各有两个凸，一样多一边是这个里头，这里面是有一个洞的，就这样往上面扣上来。然后当然了，扣之前的话是先把这个大腿收进小腿啊，这个是几乎是《合理战争》系列里头应该是飞机型吧，飞机形态的一个角色的话，几乎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收纳了。往上面瞄一下就好了，这边扣上来，两腿呢做一个合并，合并之后呢，这个轮胎的合并来讲呢，稍微有一点点小困难。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地方轮胎这里，它是有这边有两个圆形的凸，但中间是空的，中间这个空的呢，就是要留给另外一边，它一样是有两个凸。那这边的这个结合的话，你要稍微的要瞄准一下，真的你必须要稍微瞄准一下。我是习惯是这样子把它扣紧，然后这样子瞄准一下，然后两侧这样子，各位看到没有？应该可以看得很清楚，这样两边，这样子，最后呢再把它给捏紧。如果呢你没有扣到位的话，两边的轮胎会互相做一个打滑，它等于是说的是没有扣到一个定位。这边的话运气好的话呢是一下就成功了，运气不好的话呢，就跟找你人生的伴侣一样，是要经过多次的磨合的。后面轮胎 OK 了，再来的话呢做一个前面的一个变形，首先呢把这个人头的部分呢给翻转。翻转过来塞进去之后呢，把这个手的部件往前面推，这样过来，这里有一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在这里把它给扣进去。很明确啊，这个变形的话就是齿轮关节，这里有个齿轮关节。变形的话就是一板一眼的，除了这个地方，因为两边轮子都会滑动，稍微有一点点让人觉得纠结之外，其他没什么问题。这个车头部分呢，整个给它转过来，这里呢有一个，这里有两个洞，对应有两个凸。就这样把它给扣进去，然后呢，这个地方呢，哎，转正就 OK 了啊。那么呢，它的话是有一个这个支撑的一个脚架是在侧边，这样放过来 OK 了。我们的一个守护神小队，对，它应该是守护神小队的车侧变形就 OK 了。那武器的一个配置的话也不错，我觉得这也不错。你最适合的地方就是这里了，把它给扣进去，哎，还不赖啊。另外一边也是一样的，这一次的车侧啊，真的是让人觉得开心呐、啊！就模具真的是做得不错，然后又是一个活动的时候的一个特价的一个满额的赠品了，所以这一次的一个行销策略来讲是100%成功的。这个轮胎的滚动性自然就不用怀疑了，前后轮滚动非常的流畅。那么这个武器的一个外挂来讲，我认为是完全是成功的。这里还有一个，特别是这个警示灯啊。两侧都这个警示灯的感觉，而且又有点类似于这种排气管那个样子。这个宪兵队的一种，台湾的宪兵队吧，是骑着这种摩托车吧，在大陆的话我就不是很清楚了。这种重机的这种感觉，真的做得相当不赖。真的要讲的话，就是这个地方拳头，机械的拳头在这边，那因为这个拳头也没有办法转动，所以就硬生的只能够挂在这个地方了。车头的话呢，细节的呈现度也做得还不赖。这个车头灯里头都还有刻画，还有两个红色的警示灯。这边可以看一下这个简单的一个仪表板的呈现。那么它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乐趣的一个玩法了啊。首先这里有一个警察，这是应该日式的一个警车。这个地方因为你是刚好有一个关节在这边，你稍微可以做一个打开的一个样子，稍微借位一下。哎，好像还是一个后面这个车厢可以开起来这个样子。整体来说吧，啊，真的是这一次《合理战争》系列的，本来以为这个是只有日版独占的模具，后来哎，美版里头突然就出现了，而且确实是做得相当不赖。哦，对了，这里车头这边，因为刚刚有跟各位示范过，你可以稍微的转那个角度，当然这个龙头这个部分是没有办法转，你只能单纯的转这个轮胎，但是意思也够了。基本上一个摩托车玩具应该有的一些可动来说的话，基本上它也都完全兼具了哦。玩到了一个真的是让人蛮喜欢的一个玩具了，那哎，车尾灯都有哎，
就这样子，太多惊叹就显得有点矫情的感觉。不过真的很喜欢了啊，真的很喜欢啊。对了，尺寸一下，这个比这个标准的 Deluxe 等级还要大，这个给各位看一下。对，它比一个标准的一个这个比例控就千万不要纠结这一点，不然这个玩具是永远不及格的。OK，那今天就跟各位进行到这边，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